充满了童趣的一个酒店。谢谢。哇塞，好像家的感觉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好特别哦。哇塞塞，你是那个人鱼公主吗？躺床人鱼公主。欢迎来到我的。那我们出来，有点吵闹哈。哦，那边是不是游乐园？不好意思，回来，我们是来工作的。哦，对，我看到过山车了，你快看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去玩一下吧？哇，你看看。每天看一看然后也是好的。那个明天要用的衣服要赶快弄出来。明天就开始吗？对啊，明天就有录制了呀。明天不是逛街啊，什么休息一下。这样的有一点太过于美好。好像老师要给大家开箱视频。我这箱要给大家看吗？可以给你们看呀。你知道这箱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鞋子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的练功鞋。哇，果然是一箱鞋。这边很整齐哦。那当然，鞋底都那么干净呢。每一双鞋都有它的名字，然后都有它的该有的衣服。那把它全部给你好吧。现在都是只喜欢拍我们著名品牌 Hello Dance 的帽子，打个广告，不会怕被压变形，因为我其他帽子会容易被压变形，我就有点不太大家看不出来黄笑老师是个生活小能手吧。展示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最近主要是换了一个身份，以后请叫我音乐制作人。哎，你这个塑料电台，一秒就让你破功。这将是以后陪伴我。那个可以拔下来，你把这个塑料键盘用到那种很神话的地步，不然。啊，这个东西得很有仪式感。放在这个非常瞩目的位置，时刻提醒你要学习。是的。哎，过段时间给大家推荐分享一下我的这些视频，我这些视频可棒了。这是小朋友穿的，这么小。这件衣服很潮的，这件衣服就这么一搭就很有范儿，很 style。从过去到了现在，都没有问题，到底有什么年代？也不是不能离开。你的动作大了，它就会掉。对，这个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，别把动作弄掉。就是这一幕吧，是海贼王里面非常经典的，就是这个红发的男，这个大叔给了他这顶帽子，他的这顶帽子是这位大叔的帽子，从此以后就感觉内心有了他的巨大的种子，然后给了他以后未来所有奋斗的一个目标和方向。我觉得人生哈，它就是你有了方向吧，再不在那里再怎么样都没有关系，就是这个方向非常重要。那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比较喜欢这个瞬间的原因吧。虽
虽然我看海贼王其实看的不多，你看到了中心思想，但是会给我一种这种精神上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比看多少集更重要吧，内心要有种子才行啊，是吧？是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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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